挂上，跟别人说去。怎么回事啊？刚才来了个人，好像呛呛起来了。以后闲杂人员别再让进来了。好的。你怎么了？啊？哦，你来的正好，我要出院。您要出院呀？啊。谁同意您出院了？哎，我这是住院呢，还是坐牢呢？我要出院，还非得要是谁允许啊？你要是觉得生病了住院跟坐牢似的，那这个牢还得必须坐，而且得我允许了，您才能出去。嗯。不过呢，您要是愿意把手里的工作放一放，先配合我一下做个检查，也许就离出院不远了。哦，那好，那你查吧。来，你查吧。很好。嗯。慢点啊。嗯。好舒服了啊，在我这儿您归我保护，一切您不想见的人不想听的事儿我都给您屏蔽掉，行了吧？你这么年轻能有这么大的权威吗？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在我的地盘我就是绝对的专家，我能救您于生死危难之际，这就是权威，哪怕是您也一样得绝对服从。恢复的还不错，希望您好好休息，早日出院。怎么了？想什么呢？你说这人年纪大了，是不是脾气也跟着变大了？你什么意思啊？说谁呢？我没说你啊。敢？我还真就不敢。你说正事儿，高团长和嫂子今天又问了，咱到底安排人家哪天吃饭啊？这事儿得咱张罗，不能让人家张罗，知道吗？当然，我张罗啊，就改天有时间吧。你又对付我，我告诉你啊，这人年纪大了，脾气长不长我不知道，高团长脾气可一直都不小，回头你这么老拖着他，把老头给拖急了，再骂你一顿，可别说我没提醒你啊。对呀，这高团长脾气也不小啊，他脾气也挺怪的啊。那就明天吧。什么情况啊？怎么一会儿一主意啊？反正是个好主意，快睡觉。这臭死了！小声点，儿子都睡着了。我去问他。明天。先生，你烤鸭到了。哟，哦，来，小易啊，来吃烤鸭。好，鸭子到了，咱俩烤鸭得来，你卷着吃，给你卷一下。来，嗯，妈先给块肉，来给我酱，好不好吃？好吃，真好吃，妈妈没骗人。哎呀，这孩子跟着你们吃了不少苦哈，吃慢慢吃啊。嗯。哎，你这是干什么呢？人家小赵和建峰刚到，这小孩子受点苦怕什么的呀？受点苦对以后有好处。你问问建峰，小时候是怎么过来的？嗯，尤其是男孩，小时候不多受点挫折，长大了怎么变男子汉呀？来，团长，来，咱再喝一个。哎，怎么还叫团长啊？叫局长，高局长。哎呀，叫什么局长啊？我这一辈子和建峰的关系永远就是团长和连长的关系，对不对？没错。来，建峰，等局里的人事任命一下来呀，你也是半个局级干部了。真的吗，嫂子？是啊，
这之前光听说局里会安排建锋的工作，也不知道干什么，这真能到副局级？团长，能吗？局不局级的我不知道，但我就知道一件事儿，建锋就是当上部长了，永远也是我的下级，对不对，建锋？对。嘿，团长跟前，我永远都是一个兵。我就喜欢听这种话。行，来啊，来喝一杯。哎，来。团长，来啊！建锋要是真的当了副局级干部，我们要是买房，能有补贴吧？哎，你这么说话，感觉我去了局里边就是为了一套房子似的。好，好，好，你不是，你不是，你家属是，行了吧？小张，这个房子的事儿吧，你还真不能着急，这不是一件小事儿。就算是你高团长再有本事，那他也得按程序走啊，是不是啊？对对对，按程序，按程序。来，高团长，我敬你。来，我干了。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哎呀，老高老高，你都戒了酒好几年了，今天就算是开戒，你不太欢实啊？对对对，您别喝了，建锋，你也少喝点。那个，吃点烤鸭。出去这么多年，不就想这口吗？这个我也真不会做，你多吃点，然后跟高团长多聊聊。局里头那是人事单位，跟你在指挥部肯定不一样，你多打听打听，多学学啊。你看人家小赵多会关心人呢，对不对？哎，建锋，你们呢早就成家了，但是没安个家，这次回来就把这个家安了。以后你们俩要是有什么需要嫂子帮忙的，直接说。嗯，尽管说，你嫂子说的对呀，但是还有一条，这男人的钱啊，必须要交给老婆管理，不许异议，不许反抗，这是本团长多年的作战经验。拉倒吧，来来来，嫂子，我敬你。好嘞。院长，您找我？啊，莫主任呢？来，快坐吧。好。莫主任呢？院里边有一个重要任务要交给你啊。什么任务啊？是这样啊，那天院里收治的那位老同志叫舒平的，他是咱们总局专门请来帮助对外援建队伍解决技术问题的专家，总局很重视他的情况。你现在呢，作为他的主治医生，对他要重点看护，有什么问题随时向院里报告。没问题。这是一。二呢，这个舒平教授啊，回国以后，马上又对咱们总局的技术员和工程师做一个专题讲座，讲座的时间嘛已经定了，就是这两天。这两天？嗯。可是这个舒教授目前的身体状况是需要24小时留院观察的，我不建议他在这两天参加任何活动。是。这个情况我也了解。院里呢跟总局也进行过沟通，总局本来呢是想取消这次讲座或者延期，但舒平知道这回总局特地把外派到各个国家的技术骨干专门聚集回来了，所以这回的讲座机会十分难得，舒平教授非要坚持去，谁也拦不住啊。老同志的责任感和这种奉献精神很让人感动啊，所以院里决定由你这个主治医生全程陪护，以保证舒教授的健康情况。看来这个舒教授的来头还真是不小。我明白了，您放心吧。嗯。哎，你这没喝完啊？也喝不动了。团长，你还记得我上回跟您说的那个叫舒平的技术顾问吗？哎呀，那能记不住吗？其实我在巴基斯坦的时候啊，就想找他聊聊来着，但是一我当时太忙了，二呢，听说这怪老头啊平常不出门，就是在屋里边画图纸啊。我回国之后找他两次。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看我，一个劲儿只看图纸。
然后他还骂我，这脾气也太怪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比你还怪。什么意思？八位也算成怪老头了？你们不是同一级别的高智商怪老头吗？你帮我分析分析，对付他这种人，我该怎么办呀？哎，你去的时候就两手空空去的啊？我是去跟他谈事的，又不去慰问的。我觉得他在意的不是这个。当时在巴基斯坦的时候，我太忙了，光顾着工程进度，没空去看他，就找人送了很多的慰问品给他，可是他根本就不要。我要是去医院拎着东西看他，他还不得把我给打出来呀？那照你这么说，这是为什么呢？你是不是说什么话让他不高兴了？没有啊。嘿嘿，这种事儿啊，就跟打仗一样，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你不了解敌情，哈，挨骂受撅是应该的。嗯，也可能，我得琢磨琢磨。我还就不信了。哎，我看这件事啊，倒不用太着急。现在着急的倒是有一件事儿，你们家小赵。今天你没听出来呀？他跟我们家那口子说的话，那是话里有话，目的很清楚，那是想让你踏踏实实的到机关去上班。我都懂，小赵这事儿，我会再想办法的。总而言之，你干事儿，我支持，但是后院千万不能起火。哎呦，干什么事儿啊？哎呀，是啊，老高，那今天不是聊工作的事儿吗？聊哪去了？哎呦，是啊，我是不是喝酒喝多了？你呀，让建峰踏踏实实过日子。对对对对对。哎，小易啊，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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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敬你高伯伯一杯酒。啊，干杯。我决定了，我要娶你，我要报答你。穆剑锋的牢狱之灾，赵逸琴历历在目。虽然收获了一份婚姻，而且这十年日子过得平静又幸福，现在穆剑锋又动了扑腾扑腾的心思，赵逸琴的心里紧张了。嘘，轻点，孩子睡着了。我又不瞎。你要是有话跟我说，咱就去外边说去。说什么？说你要干的事儿，我没工夫。反正我态度只有一个，去局里上班，百分之百支持；想去干事儿，反对到底。我这不还没开始呢吗？我就想了解一下。你用不着了解，我都替你了解过了。现在国内发展的都特别快，能有个铁饭碗，那都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这有馅饼不要，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傻子，一种就是吃饱了撑的。你就属于后一种，吃饱了撑的。有这么形容你老公的吗？我这都是客气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就想出去折腾去。建峰，咱不是没折腾过，结果就不用说了。那以前是我一个人跟着你干什么都无所谓，现在可不是了。这小易都这么大了，也该有个安稳的环境了。你说你再折腾，再进去的话，我跟小易怎么办？跟你一块蹲监狱，还是一块埋土里啊？呸呸呸！别胡说八道，赶紧敲三下木头。你说的我当然心里边都明白了，我有数。你跟小易
我一定会想办法给你们安置好的。但是这上班不就挣个死工资吗？就想要过好日子，得挣。不用，你那点工资够我们娘俩花的，我不图大富大贵，现在这样挺好。那我这辈子就这么每天上下班？我是能过这种日子的人，当初在文化处的时候就不会下海了。有多少人不是过这种日子呀？怎么就你那么特别过不下去呢？你都四十了，该不惑了。别人做生意挣多少钱，我不羡慕也不嫉妒，那都指不定拿啥换来的呢。我可不想那样啊，我就想买个小房子，安安稳稳过我的小日子。我又没说不过日子，但这日子得奔。错，那奔日子的没几个不倾家荡产的，这日子就得过，安安稳稳的过。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对呀，抬杠还得俩人抬呢。反正我态度很明确，剩下的你自个儿想吧。记得按时吃药就可以了啊。好，请进。谢谢你啊，王大夫。哎，穆剑锋。哎，主任，好多年不见了。赵一琴，怎么着？就这么傻定着来自巴基斯坦的朋友？还是老规矩，洗完手咱们从头来过啊。哎，你们俩先坐，先坐啊。王主任还是这毛病啊，这么多年都没改啊。我还说一回来就来看你的，哎，结果工作汇报连轴转，这不刚完，听说要体检，就直接过来看你了。哎，来，现在可以正式握手了。好久没见了，好久不见了，还是那么精神。你看我都有白头发了。穆总，穆总指挥，一心，好久没见了，还是那么漂亮。握手我就不听你了。来坐。我跟你说啊。以后别叫我剑锋了。啊呸！不是，你以后就别叫我穆总了，就叫我剑锋吧。你叫我穆总，听起来有点怪怪的。看来这个穆总有点走背字的意思啊。我当穆总的时候，净糟心了。你还知道糟心啊？不是还想着出去折腾的吗？你要真折腾起来了，人不叫你穆总，叫什么呀？哎，我怎么觉得？有股子火药的味道啊！那我可不敢，人家可是老虎连的连长，真开起火来，不把我炸飞了。金云啊，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嗨，还能怎么样？上班，下班，从医生到医师，再到主任医师，就这样。老婆孩子呢？老婆在深圳。你要是在我们院里看到一个孩子，脖子上带着一串钥匙，那就住我们家闺女。老婆上深圳干嘛去了？出去打工，说是挣的比较多。谁现在不想把日子过得好点啊？那你干嘛不跟着一块儿去啊？我去干嘛呀？我在这里家庭事业两不误的，工资够花，还能再攒点，主要是孩子上学需要我照顾。我还以为是个男的都想出去干点什么呢。一琴，我怎么觉得你这话有点借题发挥、指桑骂槐的意思呀？啊！甭理他，我跟你说，这些年我真是把他给惯坏了。这倒是实话。这些年呀，他不依着我的事儿还真是没几件。哎，你看，穆总，我觉得你这可以啊，家庭事业两不误，圆满。那是你们看见的，事实上可不是这样的。就这个人一猛子扎到工作里头，哪还顾得上啊？那叫老婆孩子两不顾才对，对吧？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啊？合着我这不是来做身体检查的，我这是来做思想检查的呀。知道就好。
对了，主任，啊，建峰说好不容易回来了，想约着这些朋友们聚一聚。你们现在都怎么联系啊？还能怎么联系的？小曾捕鱼山居啊，那现在成咱们老战友的一个据点了。两个月一小聚，三个月一大聚。真的？那下次什么时候聚啊？我们俩报个名啊，先。别激动啊，赶得上。你这一激动啊，你看看，血压都上来了。好了，没事。检查完了吗？都，我再帮你看一遍。就差采血结果了。哟，小赵，采血啊人可多，你得赶紧过去帮他排个队。啊，好，那我现在就去。好，单子给我。哦，那我一会儿就不回来了，回头我问卜月，咱们定了时间，山区见呗。行。啊，我先去。挺好的。嗯，挺好。是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知道了。你还好吧？没事。喂，啊，舒教授明天有讲座，他不是正在住院吗？哦，我知道了。这些我全都要了，多少钱？真的？一共800。真的。买什么了？我都买了。买这么多呀？买一件不就行了吗？这才到哪儿啊？哎，你怎么没买衣服呀？太贵了。买房子也不差这几个衣服钱。差，不省小的，怎么花大的呀？买，必须买。这回可高兴了哈，又是吃的，又是玩的。你爸可真舍得给你花钱。喂，卜玉吗？我是易琴。周易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谢谢。你怎么进来不说话呀？这不是怕让莫主任分心吗？老战友也寒碜我？没有，我是替捕鱼通知你一下，在这个周末捕鱼山居有一个咱们老战友的大聚会，他知道你回来了，让我来邀请你一块儿去。战友大聚会？嗯。都谁去啊？当年咱们一道下去的医疗队，还有七师老虎连的战友们，都来。医疗队都去啊？文婷去吗？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你最近跟他有联系吗？我就知道，你不光是来通知我的。没有，多通知。你要是能联系上他的话，就让他也一起来吧。大家这么多年没见面了。放心，我会想办法联系他，通知他的。那先谢谢了。那咱们都聚会上见。都聚会上见。走了。好了好了，本来打电话给你是想问问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结果你倒好，把我和穆剑锋的事问个六够。现在该我问你了。还问什么呀？等聚会那天不就都知道了？也是。聚会都谁去啊？你想问谁啊？我都问。还都问？你是不是想问茉莉啊？茉莉真回来了？回来了，比你们早回来两个月。这次聚会我让王建云通知他了，但是他来不来我就不知道了。喂，喂，啊，听着呢。那行，回头咱们再联系。聚会的时候，我跟穆剑锋肯定准时到。嗯，拜拜。邀请函。哦，穆总指挥啊。嗯。今天这个是局里针对工程师的讲座，您不能进去。为什么只针对工程师？那我这个级别总是可以听的吧？嗯，舒教授刚下的通知，我们已经拦了好几波领导了。为什么要拦着领导？这个我也不知道。那这样，今天我不是领导，什么人能进，我今天就是什么人。哎，不可以呀、啊！你们有要别拦着我，真不能让你进去。我这么跟你们说吧，我也是工程师，我懂技术，我进去旁听一下总是可以的吧？您没有邀请函，我们真不能让您进去。我不进，我怕
门口听听。哎哎，穆总，今天我主要讲的是信号基站联通的技术壁垒，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尝试着去破除那些技术壁垒，前提是你们能够坚持去做下去。你们要是觉得难的话，就不用议论了啊！坐而论道没什么用，要去实践。说得好。哎，您说的太对了。别，哎，干什么的？让他出去。哎，这干不干不妥。这张图我也能画，我研究过。您说的这事儿我已经琢磨十年了。你放开我，不要拦着我，让我把话说完了。让他说，让他说啊。舒教授，我想做国产数字交换机，您的研究我全部都了解过，我知道您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是想突破这个技术壁垒。哼，是吗？那就谢谢你的肯定。不是肯定，是钦佩，钦佩像您这样的老科学家坚持国家自主品牌的研发。如果你急赤白脸的扰乱讲座的秩序，就为了对我说两句恭维的话，那就不必了。而且我也没你说的那么伟大，我已经退休了。您退休了？没错，就我这把岁数，我这身子骨，两个小时的讲座我还得请一个大夫来陪护我，浑身上下呀哪哪都废了，已经干不动了。舒教授，我是真心希望您能领导我们研发新的国产交换机。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胡搅蛮缠呢？我是真心想做实验办厂，让您继续领导我们来做研发。我告诉你啊，邀请我的人多了去了，别说我现在没这个想法了，就是有也且轮不到你呢。为什么？哪那么多为什么呀？舒教授，舒教授，为什么？舒教授，您要是有什么想法或者条件，您告诉我，我都可以尽力去满足您。你这样，您没完没了了，还要说话了？这胡搅蛮缠什么？先不要再说了。舒教授是我的病人，有什么话，以后再说也不迟。现在不要说话了，保持均匀的呼吸。您这个病最忌讳的就是发火之气。哎，今天是我想发火的吗？我看见了，是有那不着眼的惹着您了，但您也犯不着生这么大的气呀。犯得着？我见着这种人啊，气就不打一处来。好，您别着急，别着急。刚聊了两句，您就知道他是哪种人啊？一句都用不着。商人的铜锈味啊，隔着大街我都能嗅出来。鼻子也不是太好使。你说什么呢？啊，没什么。
我是觉得听您的口气，好像特别不喜欢商人。你说的没错，我呀天生就讨厌商人，不对，不是讨厌，是憎恶，是深恶痛绝。您说的应该是奸商吧？商人也分很多种的，都入不了您的眼。你没听说过“无奸不商”这个词儿啊？现在哪还有眼里不盯着钱的商人呢？为了钱，什么缺德事儿他们能干得出来？就说我这一亩三分地吧，凡是路过的，没有一个不想从我这儿拔根草走的。万一有那路不拾遗的呢？那他图什么呀？理想，为国家社会造福。这听起来是有点空，但是总有这样的人吧。还真有过，我们还一块儿办过厂子呢。就现在这个厂子，别提了。所以您老才赌气说您退休了？不是赌气啊，我说的是实话。那要是假设现在还有这样的人，您还愿意接着干吗？我可不愿意做这什么毫无意义的假设。怎么叫毫无意义呢？您看你也是科学家，没有假设哪来的科学？没有科学社会怎么进步？是。行了，我不跟您评了，您现在确实不需要假设，需要的是好好休息，不能再运气了啊。咳嗽的时候尽量轻一点。醒醒了，醒醒了，醒醒了，面好了。坐好了。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是什么时候就干什么事儿，这都几点了，连口饭都没吃上。不过看你吃饭，什么时候都觉得特香。那是你做的香。那也没见把你喂胖呀。怎么老啊？光吃不动的时候，我想不胖都不行了。啊，对了，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今天带孩子去看了几个学校，都是重点的，但是区域比较分散。我在想说，要是能定哪个学校的话，咱们就在那儿附近买套房。大人折腾点儿也无所谓，咱就别让孩子受罪了，你说呢？孩子肯定是第一位的。学校附近的房子贵吗？要贵的话，咱们就先租一处。我倒是也打听了一下，要是咱们自己买的话，估计这些年挣的钱都得扔里头。